追鱼恋爱后手露面 ，Red Bay 被成员狂亏超爆笑。追鱼在恋爱隔天和成员们上了 Live 节目，没想到被问到这题，被成员们调侃啦。문제를내주세요어제어제내가집에와서제일먼저한일은아이린 조이이름검색하기 슬기 형들이다제일먼저한씻는다웬디핸드폰봤다예예리인터넷봤다핸드폰과인터넷이똑같은거아니야예리쌈배나너이판단보호조이의타만예단연죄송합니다저희가아니 인터넷네보긴봤죠네네네인터넷에서다보죠네네네네默默的给应援也太暖了吧！其实日前就以认爱透露自己一整天都心烦意乱，写了一篇文给粉丝，表示应该受到惊吓了吧？真的很抱歉，今天因为各种担心而感到心烦意乱，所以更担心你们。为了不让大家担心，我会更加努力的。Crush 也向粉丝坦言，和 Joy 在一起，笑起来日子变多，心也变得更健康了。最近才慢慢的确认了彼此的心意。两人突如其来的恋情，向粉丝们的坦诚，可是让粉丝们很买单，给予祝福。而还没曝光的遛狗照，虽然不是正面，但看起来也太幸福了吧。八大采访组整理报道。